完全没有头绪，被打到很痛那个藤球嘛。马来西亚蛮出名的一个运动，这个一定要上场吧，这个我们的东西耶。我先想一个稳定，哇，漂亮的杀球，非常非常挫折，会踢足球和会踢藤球，这是两件事情，蛮有难度的，不是三四天可以练起来的。先顶高过网，再被顶过，输人不输鬼。我们就只剩下几次的比赛，我现在就是要蓝队赢，我不想再输了。既然都付出这么多时间了，我们当然是想要总冠军。悉尼喇叭声响起，第二场比赛开始。准备，冲上一天，撑起来，先上车。自己内心的渴望要带出来了，没事，还有，司机啊，喇叭。我们没有那个本钱去输任何一场球，这只是一个比赛，但是是大家的人生啊，这就是比赛，这就是战斗啊！全场没有人会同情你，没有人会同情你的眼泪，没有人，只有自立自强，没有自怨自哀。不要哭。全明星三季中赛在台北小巨蛋登场，红队这回领域展开，接连拿下射箭、躲避球、敲固球的胜利。哎，难怪小杰会激动到破音了。一二，打开，再丢，再丢，再丢，都有威力的。有请贺军翔射出第三支箭，九分就赢了。目前呢，红队只要射出八分箭，就是双方平手；九分箭的话，就红队获胜。平常心哦。耶！那在最后的成绩，蓝队五棒加总169分，红队五棒加总170分。最后，红队是以一分的领先得到了射箭比赛的胜利，恭喜红队！好突兀死！最后14秒，还差我们输了一个人是10秒，9、8、7、6、5。上还有1.2秒，但裁判喊了暂停。可是目前是红队的优势权呢。无非攻击宇宙攻击有效，但延迟进场无法生还。球权徐新阳球，最后的3秒钟，3.2秒接到球，一起出手。How to lose？不要哭。我们没有那个本钱去输任何一场球，这只是一个比赛，但是是大家的人生啊，这就是比赛，这就是战斗啊！全场没有人会同情你，没有人会同情你的眼泪，没有人，只有自立自强，没有自怨自哀。红队16-14，两分领先，剩下10秒，剩下10秒。这一集之后要红队，这一球得分，比赛时间到，红队17-14拿下了敲固球项目的胜利。How to lose？ 红队一度追平奖杯数，但最后啊，在拔河项目 lose 了 ，MVP 人选则由鞍马王子李志凯颁发。得奖的是徐茂俊。冯俊来得奖感言，哇，谢谢志凯。志凯，我有看你奥运，我要感谢我的红队的队友们对我的相信，还有小杰。不管我的数据怎么样，我常常因为身材被大家忽视。谢谢你看到我，谢谢。